你等我。 喂，满之，纪委啊，什么事？满之，你怎么样？还好吗？你妈妈有没有为难你啊？我很好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睡呢？我睡不着，一直在担心你。我没事，放心吧。你真的没事吗？嗯，别想太多了，我今天有点累。 我想先睡了。哦，那我也不吵你了。可是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一定要让我知道。满之。嗯。晚安。嗯。晚安。哎，对了，明天一早我会到实验乐团找陈团长，我们在那儿碰面吧。 明天再说吧。明天在实验乐团，我等你。实验乐团，你加入他们了吗？陈团长说找我谈谈，我会争取的。你也早点休息吧。明天告诉你好消息。纪委。 这次谢谢你的排练呢，具体的排练时间呢？ 我会请人来通知你。好，陈团长，你别这么说，我最近也有空，而且能来乐团，我也挺开心的。不过最近也要抓紧练琴，否则表现不好的话，也会给你们丢脸的。<笑>看你说哪儿去了。哦，你还要等曼芝吧？嗯，那我就先忙我的去了。 满之，伯母，满之不会来了。
我是不是欠了你什么，或者欠了你母亲什么。伯母，您为什么这么说啊？我来是想问问你，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肯放过曼芝？伯母，我和曼芝，你们偷偷交往了一阵子了吧？伯母，我们的交往是光明正大的，也会认真的面对以后。光明正大，亏你说得出口。人家云宽跟曼芝的交往才叫光明正大呢，他已经对今后的生活做了详细的安排和打算。你呢？你拿什么面对我们曼芝今后的生活？用你的偷偷摸摸，还是用你的一无所有？伯母，因为您是曼芝的母亲，我尊重您，可是我不认为您有资格可以轻视我跟曼芝的感情。也许我不能像云宽那样满足曼芝在物质上的所需，但是我相信在精神上我们比任何人都富有。我们的爱情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。用得着你跟我来讲爱情？你也配？你真不愧是贺雨桐的儿子。你横刀夺爱，你想证明什么？证明你的爱情很伟大，还是证明你的爱情比别人都甜蜜啊？我不想证明什么，我爱曼芝，不管在任何环境中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告诉你，纪委，你错了。我并没有巴望着云宽什么，我没那么势利。可我是曼芝的母亲，我当然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幸福。就算她跟云宽以后没有结果，给我女儿幸福的人也绝不是你。我爱曼芝，曼芝也爱我，您为什么要拆散我们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有豪宅汽车，没有财产钻戒吗？你太幼稚了。你以为你跟曼芝从小一块儿学琴，这就叫爱情了？你以为你们能在一起弹音乐就叫爱情了？你以为你现在牢牢地把曼芝拉在身边，这就叫爱情了？你把爱情挂在嘴上，你当饭吃吗？你也太看不清现实了。您果然用这些俗气的东西来为难曼芝。我告诉你吧，你的爱情叫一厢情愿，跟你妈一样的自私。我请您说话尊重别人一点，您不要迁怒于我妈，这件事跟她无关。无关？有大关系呢。我现在真后悔，后悔当初不应该让曼芝去跟你妈学琴。您在说什么？我想你的母亲是背负着一个秘密入土的，她绝不希望她的儿子重蹈覆辙。伯母，您究竟在说些什么？你当然不会知道，你妈妈也不会想到，当她夺走了我丈夫的时候，她的儿子又要夺走我唯一的女儿。是她，于伯母。是的，是你于伯母。你妈妈就是利用教你们学琴的时间，偷偷摸摸地跟她交往着。他们两个自以为伟大的爱情就是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。你以为在这样的阴影下你还有可能跟我们曼芝进行交往吗？你以为我们之间还有可能成为一家人吗？我不相信。你一定是为了阻止我和曼芝在一起，所以才胡说八道的，对吗？我胡说八道？你以为一个女人说出这样的事儿是那么轻容易的吗？你可以去问问你于伯伯，他为什么要离开我。你也可以去问问他，他为什么总是每天听同一首曲子。妈，如果你想听的话我去谈吧。对对对，纪委谈看你妈爱听的月光。月光？